配合检方香烟遗体，男童父亲双手捻香，神情哀戚，身边的大儿子忍不住激动情绪，频频拭泪，母亲想到老幺不幸溺毙，也几度掩面痛哭。然后突然一个旋转，翻了，刚刚有一个乱流。莲池潭的监控系统拍下风帆教学影像，疑似是强风乱流导致船体翻覆，男童跟教练双双落水。风帆翻覆溺水意外发生在20号下午，蔡姓教练带着王姓男童进行水上训练，却遇上船只翻覆。搜救队先是找到船体，接着在孔庙附近寻获男童。21号早上发现教练，但两人都已经明显死亡。拥有超过39年风帆资历的教练带领，怎么会发生翻船溺水？回到事发现场，致命关键恐怕在这里。据我们到现场是说，救援师都抢救援师都没有看他穿救生衣的哦。小朋友的部分，他是有穿轻便的那个运动用的救生衣。他教练的部分倒是没有看到。莲池潭水域活动去年底首度开放，如今却发生第一起溺毙事件，引起市长高度关注。也要特别注意到相关的安全规定，包括一定要务必全程都要戴上这个穿上救生衣。到底意外怎么发生？检警还要继续厘清，市府也会检讨相关措施，维护开放水域的同时，确保民众安全。镜新闻师尤伟、谢嘉玲、许荣又采访报道。